你昨天晚上温度很高。我就是想感谢你。严先生，怎么样？现在要不要帮忙？你想要再尝一尝闷土的芬芳？啊！干什么？严先生，你帮我上来。你说我要干什么？帮我擦掉。你干什么？没什么。这么晚了还不去睡吗？睡，我马上就去睡了。我只有你，所以你能不能到我身边跟我在一起？